呢啲招聘廣告都係以一啲字眼，例如揾快錢咁樣，係作招來。當佢哋聯絡求職之後咧，騙徒就會指示佢哋去一啲嘅財務公司進行借貸，並且係聲稱如果借貸成功，佢哋係無需要還錢，同埋佢哋係獲得一個豐厚嘅利潤嘅，豐厚嘅佣金。咁當受害人成功借貸之後咧，騙徒就進一步指示佢哋去提取呢一筆現金，並且係相約受害人去現場交收嘅。當交收成功之後咧，騙徒就隨即失去聯絡。而喺今日，即係2018年8月23日，我哋係拘捕咗一名人士。呢名疑犯咧係一個21歲嘅本地男子，佢涉嫌係同5宗嘅同類型案件有關。而呢5宗案件入邊咧，總共係涉及咗5名嘅受害人，而涉案嘅款項係高達123,000港元。